这是嘉义火车头的后站，也叫做后雅社区。后雅以前有一个五分车的北港车头，因为嘉义铁路高架化，所以才有真侪所在用拆掉，所以有一挂人就来这做一挂彩绘的工作，想看会当挽回一挂社区的过去故事无？这是咧介绍玄武金宫这间庙的故事。北港车头是五分车接代替的车头，因为当年有真侪货爱用着牛车来转运出去，所以才搁叫做是牛车寮。嗯哼，迄间茶厝就是当年车头的设施之一。停啊！哎，你干啥？这是从啥？这个阮家的电筒咧，哦，恁家电筒，啊，免食电咧，换掉哦，啊，伊袂啊恁旧的嘛，哦，啊，只要后方伊就振动嘛，哦好，哦，这有历史的哦，啊，什么历史？我等下叫伊讲故事给你听，哦，我咧喝茶嘛，喝茶嘛，我来这水也该这阿里山的山泉水。比咱家己的自来水高高，伊阿里山山有足赞的，是哦。咱要用2000年的块木当柴火来烧棍。有这种，有这种，哎，这块木啊，这块木啊，块木做柴火。对，啊，阮就下脚料啊。哦。啊，然后呢，水甲烧棍来泡阿里山茶。哦。听北港车头的故事，哦，这杯茶好啉无？赞，你是位老师兄啦。啊。哎呦。哦。好来，这是用啥做的？快木轴，哦，这种快木轴，这2000年的快木轴，哎呦，哦，很漂亮哎，我们做树叶都一样，对呀，对呀，嗯，那就是快木啊。谢谢哥，谢谢你，这是钥匙圈哦，你钥匙圈，钥匙圈，哦，这是八钢夹头，啊，能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嗯，他还可以当手机架。我可以当这手机架，然后他随身携带2000年的块木，那咱一个叫带仔，带仔，带仔，带仔啊，随身带仔，对吧？这是摇摆啊！哎，哪搞？有啊！那我这个家长我讲啊，这是咧去日本时代的嘉义人菜市，隔壁啊，这村口是，它以前是两栋，是两栋，一栋是台铁，一栋是唐铁，啊，他们要带什么？哎，有三个。哦，中间加个三个轨道，南部的藤匠出来的藤，拢运来加坑，然后配合台铁处理高雄港。哦，外汇，这边是代替的村口，但是即马已经准备要拆掉了。啊，代替村口边啊，就是五分车的村口。原来车头即马就该做一挂彩绘。这间吗？这间。哦，这就是酱材工厂啊。以前的做酱材。做酱材啊，就做酱材。酱材。哦，我到迄边去哦，到青海遐哦。哦。你就落来去。哦，啊，就咱家，咱家咧做的，啊，你这边拢咧做啥？拢囡仔呢，伊拢做一寡他们的想法，想要安怎做的。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就对了啦吼。我是讲，恁尽量会当用着宽木，我用宽木才有加一些做。哦，对对对。宽木贵啊，无用咱用下条了，咱用细样的先做啊。哦。我用爱做大样啊，比如讲像我机械擦脚啊，倒倒的。嗯，家己的地图就出来，对吧？哎呦，哎，安尼有意思哦，对吧？哎，所以都是一个想法，都是哎，不一定要开钱，但是你要有想法。韭菜工厂即马变做是酱菜工厂，会哦，嗯，拢做百分之，哦，百分之百工业的，就对啊。我是拢提供一寡块木的，嗯，反正我拢无在受限做啥物，你搞有恁的想法。对，是啊。少年能够有少年的想法。对啊，对啊。做很多，你物件做了市场，后边人买。是啊，
哦，啊，这去搁三楼的哦。哇！后壁还过过一个空地安尼。哦，哇，安尼范围真大。啊，都变过来安尼，啊，尾啊，这较地效的。哎，较一斤三万的地米哦，好正。嗯。卖就这啊俏个。哦，一做做足水个，无三万的地米就是爱安尼砍。好，以上就是嘉义后雅社区因所做个代志咯。